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欢喜吼，遐第三天啊，吼、哦，三点半就结束啊，就要回去啊，吼、哦。啊，我只下跟您讲哦。三点半哦，结束了后，你马上都爱落去翕相嘿，吼、哦！有的讲啊，我先来去包好啊，去小整理一下，落拢袂赴啊，因为啊，大家归心似箭呐，吼、哦！啊翕相哦，五分钟就解决啦，所以你去创包好啊的时阵哦，这是我的经验啦，你创包好啊的时阵哦，都人翕相都帅，啊你辛辛苦苦，吼、哦！啊结果无翕一张相，迄、那个相。将来拢是，是足重要的，迄落啦吼。即我的经验谈吼，因为我演过，捌有人吼，我是有翕过啦吼，我是第一期的吼，高级班嘛是第一期，啊我拢有翕相，啊有一摆，当心咧甲我问问题，啊我一日甲解说，安尼尔呢，结果伊也无翕到，啊我也无翕到，吼啊我就知影讲哦，即哦大家归心似箭呐。有影，尤其是昨吼吼十二小时的课吼，实在是足艰苦吼，相当许啊总是熬过去的吼。哎，啊，咱即摆是迄个第七十一集吼，看七十一集好像刚才说什么真尾啊吼，其实吼，我自家的意识吼，将来有时间吼有。会变成哦，1071级呀！哦，哎，就是农活林，就是哦，都是先輩啊，吼、哦，大前辈啊，哈、哦！而且那什么1771级，有可能呢？这是非常一定的必然是这样子，因为台湾有20万的公务人员呐，那来家的受训就是要做。公务人员的一个资格，要提这个资格，哦，啊，你所有台湾，你敢会当去代替20几万人？无可能。所以遐公务人员哦，照常伊嘛是爱上班呐、啊。哦，咱去啊个干事啊，干到安尼俩。哦，啊，因吼嘛是拢爱来遮受训，拢爱来受训，因为你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呢。假使若是讲，你真有可能有一天会甲美国的军事政府的官员要坐落面对面要来谈判呢？有可能呢，吼、哦！啊，迄个时阵你若拢无来受训，啊，头壳底啊，阁是底英国遐一寡遐笨手的时阵哦，啊，你突然嘛无小心讲出来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哇！啊！火都花去啊！那那对不对？叫海死，对吧？而且不是无可能呢。咱四月二五吼，遐一挂叛军吼，遐拢是精英呢。啊，上个美国去了时阵吼，伊说跟你讲啊，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主权了是台湾人民手头啦。啊，怎？美国那边个宣布讲啊，那个是台。来处理，所以我当就请他们出去啊。所以受训哦，受训以外吼，还看书呢。啊，无真正因为60几年的迄个洗脑教育了吼，洗脑教育你一声要甲，要甲提掉吼，真困难。哦，昨我嘛甲独派吼，做一去迄个德山呐。去德山，我提一大堆的迄个旱厝回来。啊，是安怎甲因做伙啊？因为我是28的关爱总会的副会长啦。啊，昨日伫德山咧开了会员大会啦。啊，所以我都爱去啊。啊去啊，迄内底拢总是独派，拢全独派，迄个来帮忙的啦。迄、那个
家长吼，迄二二班的家长，电脑拢无位，拢大家拢要受害太久啊吼，所以拢打得无位。哎呀，来帮忙的拢是迄个拢是迄个中间分子，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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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派迄个享用的，哦，拢差不多五十四五十岁安尼，啊六十岁哦，诶、那個，迄拢是独派来滴吼，上咧枪诶，咧武诶，迄伫总统府遐咧指挥，逐工拢都安尼，都拢伫遐咧指挥呢。讲马英九下台，马英九下台啊啊三。哦，来，换起来，好，去行，好呢。嘿，弄一款人物，我张哦，利用机会哦，一个分散的啦，唔卡一个面对遐济个吼，啊，甲分散。我都甲讲啊，台湾是占领地呢，哦，占领地啊，哦，可能是哦，啊，国际法内底讲哦。占领无涉主权的转移呢？哦，安尼哦，哦，啊，安尼蒋介石来占台湾，伊敢有台湾的主权？啊，无，安尼无。哦，啊，即马美国人来，伊是占领的人啊，所以伊是叫蒋介石委托伊讲，安尼你来替我占嘛，因为伊要去占日本。迄个时阵哦，麦克塞要带美军要去占日本的时阵哦，伊嘛我要紧张死呢，伊嘛足紧张的呢，因为迄个时阵哦，迄个战争的尾期的时阵哦，是迄个拢要预罪，要战个一兵一卒的呀，哦，所以哦，大个军啊是几百万的日军啊，个伫咧，所以美军要去占日本的时阵哦，嘛会紧张呢，我台湾名啦。哦啊！我无你蒋介石，你来讲是安尼关系啦。哦，1945年九月初二，然后发一个命令，普通命令第一号，和蒋介石，我、哦、你派你的军事政府来接收台湾的迄、那个日军的导航嘛。哦，啊，现在叫普通命令啊，普通命令就是安那，伊迄讲就是伫迄、那个。东京的迄个东京湾外海的迄个密苏里战舰底下签正式签导航书嘛，哦，啊，迄、那个导航书完成签书完成，阿伟完成已经叫做战死嘛，战死嘛，签完就是安啦，普通死嘛，所以普通死的第一号命令叫做普通命令第一号嘛。哦，啊叫来讲，所以伊来讲，嘛是无台湾的迄主权呐。哦，哇，这独派都欢喜一个，哇，那主权还阁是伫咱的手，还阁伫咱的手里。哦，伊大陆的基本思想就为遮来啦。哦，主权是台湾人有主权，主权独立的国家就是我主权。伊都唔是啊，唔是美国的啊，你讲的啊，唔是美国啊，嘛唔是迄个蒋介石的啊，安尼就是阮的啊，哦，所以咱要主张要独立嘛，哦，我再来讲，啊，美国是占领国，啊，你无得无是，你家讲要甲宣布独立啊，伊算什么东西？嗯，你怎硬去啊？哦，伊啥来这样占领，就是讲伊战争个占领你啊。啊，战争敢是迄伫桌顶咧写字个代志，还是咧大家开讲个代志？迄是战争呢，会死人呢。美国伫太平洋战争诶，即战区内底哦，死话要几十万人呢。啊，即马就战煞了，讲台湾人讲主权伫我遮。你美国是算什么东西？美国政府啊，啊，要安那向迄几十万人的迄战死的遐日本军，那是无遐美国军是要安那交代？你怎啊？大嘴开开，啊！我唔敢过讲受罪啦，过讲受罪，我大家说去烧香，去烧吧，拢啊废去，那是袂啦，嘿，大家拢老朋友，应该拢战友嘛。啊，是我运气较好，我都去。去摕到这资料，我看了了吼，哇！有救啊，台湾有救啊！所以我才
这这阵渐渐渐渐为啊贴贴，啊无因遐话姚家文，我那开会拢是伫姚家文的办公室嘛，哦，啊顾宽敏呢，伊个迄个特别助理，哦，迄个王美秀因太太啊，迄个特别助理长老去啊，我拢足熟个啊，因过拢伫迄个凯达格兰大道都安尼，咧撞来撞去的哈，就是稳呐，哦，我是都这台湾体育运动那讲回家来吼，啊，无啦，还顺续讲的都是障碍代志啊，他个底还个还个小小的吼，哦，啊，所以才讲出来，耽误一点仔时间，哦，啊，我起码就是讲，恢复了哈，恢复了外口安尼，啊，现在来家要讲体育运动哦，这有一个原因啦吼。最主要就是讲，因为阮操作家己的时阵，迄个顺序是完全顺序是论述，到处跟人演讲，人演讲啊，叫用笑笑的安尼尔，哦，啊连所在也无，啊那就地下室哦，啊迄个一当待咧二十个人，结果人客一百个，哦，啊都在听，哦，啊。迄个时阵就是完全纯粹就是论述尔。啊，个1910年，后来那是迄、那个，我唔是1910，那讲啊1908年的2月7日吼，成立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7日吼，是迄个都新兴。新兴南路遐有一个公务人员训练中心有无？遐个旧大厅啊，底下成立的安尼。我迄个时阵嘛，迄个彭明敏啊，啊陈长山呐、啊，那么拢有来啊，拢嘛那么上台演讲。哦，啊了在2010年的时阵哦，美国讲哎，甲咱的秘书长吼林博士，我你组阁组阁。迄当时都无偌济人，啊，大家拢分散，全台湾分散，啊，无偌济人，啊，咧要组个，咱台湾人哦，咱卖讲收济，讲400年的历史内底，根本都无人捌组过政府嘛，组个嘛，吼、哦，无人会晓啦，啊，伊要甲你帮忙啦，美国要甲你帮忙嘛，哦，这真重要啊。啊，其实阮上下底嘛知影讲，伊嘛咧看你讲，你有迄、那、落、個，你是毋是迄落卡少？你有法度啊无？哦，要租家迄无遐简单嘞，请你去租一个家，啊无恁囝杀人啊，恁做啥？恁孙啊？恁丢啊？恁迄落？迄无遐简单呐、啊！哦，啊伫迄个时阵哦，啊都吼，都林博士就讲，哎，啊你落去接跳跳跳跳无？我跳步唔明啦，你教速度教会步就好咧。咁不，我你个创一个跳步出来，我无多爱命令。哦，啊，对人家讲的迄个政府都包罗万象啦呢，对不？你人的生活一切拢总包括在政府内底嘛，哦，拢就是包罗万象，跳运动也是其中。所以我今天才有机会在这里站在这里跟大家在分享我所了解的体育运动、哦、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哦、跟大家报告、那个那凭什么你来说体育运动、哦我就所以我就爱说要自我介绍吼，因为我伫跳界吼已经60年，差一几年啊，吼，到即满为止啊，都一几年，有些十几岁啊，啊，你就知影我几岁啊，吼，啊，十几岁啊开始咧运动，吼，啊，隔壁都是迄个北师嘛，台北师范嘛。台北师范就是即卖的台北教育大学啦，哦，台北教育大学，几个大学，几个学院哦啊合起来，啊我以前啊
飘过都是运动点啊，我都为啊开始运动，啊呀开始认识一挂，因为嘛是有体育课嘛，啊体育课的老师，啊个遐啊，因遐学生，吼、哦，拢教足好诶。啊虽然我是初中啦，啊伊是高中啦，啊个老师，但是吼、哦，阮兴趣一样啊，拢跟着因遐咧运动啊咧。啊，我哩迄个时阵哦，迄内底有过来，拢到尾拢变成迄个真有名的诶选手啊，去参加奥林匹克啦啥吼，啊啊，我迄个老师吼，迄、那个老师叫做吴万福老师啦，啊，今嘛伊嘛九十几岁啊，伊嘛是身体壮壮诶，哦，啊，伊迄个虽然哦，虽然是。嘿，我咧讲这是差不多六十年前的代志啊！哦，所以咧讲讲体育训练哦，是科学训练哦。我迄个时喏拢无啦。哦，你要走哦，就伫时间干底下直直走啦。安尼就是训练啊嘛。哦，结果你若低跑了，过练一个迄个起跑安尼尔嘛。哦，啊，其他什么？哼，我还过去举重啦，吼、哦。啊！去走迄个树林啦，吼、哦，拖迄个树林啦，哇、哦！啊摔饼啦，吼、哦！啊，佮运动场走迄个间隙跑，走一年，行一年，走一年，行一年，安尼，哇！艰苦啊，佮无聊啊！啊，老师安尼讲，安尼照安尼做，但是心肝底并没有接受啦，无讲真接受迄个款的训练法啦，啊！现在才知道那就是叫做科学训练啦。啊，咱英国是就像什么土法炼钢嘛，土法炼钢，哦，看这样，就这样练，这样练，哦，哎呀，这是科学训练。啊，那当时我是无心中无讲真接受，但是我那时候训练了的时候，我去参加中山联运的时候，我嘛提一个金牌啊，200加拿28秒正，哦。即马来讲是足歹啊！即马无讲真好的成绩啦，但是哦，你要走200公尺哦，28秒也无遐简单。啊，何况我爱个跳十个拿呢，对吧？哦，啊，迄个时阵我就一开始我就接受迄个科学训练。后来40年后，我做国家队的教练的时阵哦，这足好用的。较好用诶，但是我已经转换跑道，我无练电竞，因为我就讲叫啥，我诶，迄个先天我都毋是迄落做国手诶迄落吼电竞诶啦吼，诶资料诶材料啦，吼啊一心都干咧想要做国手啊，啊都做未到啊，吼啊尾啊到1967年诶时阵哦，日本哦有一个迄个武术吼。叫做空手道，哦，传来台湾，哦，欢喜一个，哦，马上随时加入，我得足认真练呐，哦，啊，三年后吼，因为遐是拢，迄个时阵哦，全世界风行啦，但是哦，迄个租金哦，还袂讲真明确安尼啦，哦，啊，有要办一个世界赛哈，啊，我啊，如果咱就如果要算啊，我想讲我一生是爱做国手，做一遍就好啊啦。哦，啊，但是都无机会啊！即摆机会来啊！嘿，我得去算盘啦，我算掉了。哇，这一场我的迄个最大的愿望啦，做一摆国手，安就好啊！哦，所以甲1961年的时候喏，1971年吼。啊，去日本参加迄个第一届世界赛吼、哦，世界赛啊，迄、那个诶、欸、啊，迄落啥诶，做是啊，伫迄个东京诶武道馆哦，伫遐比赛。啊，了回来时喏，我都唔敢去做选手啊，哇、哦，夭寿迄个因咧白人哦，高强过大汉啊，好佳哉吼，因迄时喏还佫。啊，个武双讲真高，我阿个摕到迄个团体赛第三啦吼，但是我知影讲以后吼无法度啊，我就退来做选手，哦，拍架吼，这喙齿拢断了了啊，哦，
因为迄个时阵呢，迄个比赛规则哦，还未很完善呐。哦，我就即卖诶比赛规则足完善的，对选手吼保护得很好啦。哦，啊，我那时喏都错错，一个咧气板啥呢？你啊嘛，哦，啊了，我就做教练，哦，去考试是啊，啊考到教练资格，啊叫为基层啊，滴做到1982年呀。开始做国家队的小教练，像小教练。啊，个两千空不，1994年，199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广岛亚运，希罗西马，阿加大概，哦，广岛亚运是第一次将康师傅都纳入那个正式项目，哦，啊，我都哈去度掉，啊，我那做。做迄个阿文的教练呐，吼！啊，你啊，2008年，啊不，啊那些拢讲唔对，1998年啦，吼！因为阿文四年一届，啊，伫曼谷，我就开始先开始做总教练，哦，啊，个2002年诶釜山亚运，哦，我担任总教练。啊，耍了时喏，我才宣布退休，因为迄个时喏，已经喏做赢遐所有的各单行遐教练喏，我上老啦，大家拢好，我拢作用，拢40几岁，50几岁啦，我已经60外啦，更小派些，我才宣布退休，啊，退休了，然后要等于基层，啊去做迄个上届迄个教练，哦啊。啊，做一款慈善事业，吼、哦，一寡迄落单亲家庭呢，吼、哦，加迄个管政府啦，吼、哦，无迄个新北市的迄个淡水，啊，一个教会，啊，加迄个定工所，啊，合起来吼、哦，啊去收集下一寡迄个淡水遐有一寡迄个弱势的迄个小孩，都是单亲呢。但是因为真正讲，你那是孤儿的时候，人有还佫有一个团队人专门的照顾。反而那些单亲的吼，啊都有啊，有老母啊，有时有老爸啊，嘛阿公吼，啊但是哦，无人咧管嘛，足散的嘛，足散的。啊，像伊款的，拢迄囡仔拢变野孩子，啊拢佮收集来啊，互伊食饭，下过了1年到4年啦。啊，互因食饭，哦，啊，老有迄退休的老师来替因温习功课嘛，哦，啊，温习功课啦，哦，功课拢 OK 啦，哦，啊，食饱，啊，还有休困过，哦，啊，运动，哎，啊，我负责运动，我就来负责运动，回馈社会啦，哦，啊，到尾就，即朱立伦起来做馆长了，伊说。宣布讲，为1年到6年哦，拢总爱伫学校，一到时拢爱伫学校，所以我这个慈善诶，这个动作都无法度继续安尼，啊怎啊停起来？啊停起来了后，阵拄拄去熟悉林秘书长，啊怎啊对伊啊一直到现在，啊我都加康州都拢规个拢脱离啊。但是在这个中间吼，因为我开始熟悉，我开始运动，吼、哦，迄囡仔时代，一直到即嘛是60几年啦，哦，啊是为选手做总教练，啊，甲迄个体育界的代志，我拢差不多拢知影啦，哦，啊，所以林博士讲你来接的时候，我都甲接嘛呢，所以我今日做代表。民政府来咧讲台湾体育运动的回顾，原因就是这，哦，我个人介绍就到这为止。即马开始进入这個地方，体育运动，啊是啥？体育跟运动是两项代志是吧？不是，是一项代志。伊是代表人类的一个活动，但是这个活动伊的表现呐、啊，那是伫。竞赛、竞技、比赛，一时阵，哦，迄个时阵叫做运动，哦，
同款即个活动，伊呢表现伫学术还是教育，伊时阵哦，都叫做体育。安尼，啊，其实伊是迄个一个人类活动的一体两面，安尼尔。啊，同款一件代志，吼、哦。啊，这是安那演变来呢？迄就是讲人类为人类吼、哦。这个竞赛，这个是安那来的？伊就讲人类一开始就是为着要生存嘛。伊那时阵，还个是刚刚都为人猿，哈、哦、变成迄、那个哈，伊、哦、两只手，哈、哦、两只脚徛个了，变成人类嘛，哈、哦。为那时阵开始，伊第一件代志爱做就是啊，割巴肚啊，啊无也枵死呀。哦，爱、啊、就找水果啦，迄、那个野生的物件哈。哦野生物件来吃，吼、哦、啊，迄、那个食物啦，较好摕啦。但是哦、喔，食物的迄个蛋白质吼、喔，较粗啦，因为爱食足济的迄个食物，才会当达到伊所需要的迄个蛋白质的数量。所以呢，伊就想讲要去食肉，啊，要去食肉的时阵哦，伊就爱拍啦，迄啦，迄个动物啦，吼、喔，爱就爱去拍啦，吼、喔。啊！就开始的，你动脑筋就去拍啦，啊！拍啦，有当时买叫拉拍去，哦，所以呢，迄个时那个定位叫做啥呢？叫做人甲兽咧斗的时代啦，人甲兽咧时代，迄是纯粹是为着要生存啊！即个人甲兽诶时代，后来呢，人类啊，直直发展。哦，为一个小家庭变成一个宗族，变成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国家，哦，直直演化。啊，演化的时阵哦，啊，你要你这个你的人的社会哦，你要生存，还是讲扩大？侬爱甲别人爱去侵略，就别人嘛。啊，迄个时阵开始都人甲人咧斗啊，都战争啊。哦，有当时人是来欺负你啊！啊，你为了要生存，你嘛爱该战啊！哦，啊，还是讲你想，哇、哦，我即马已经足大，我即马想要更加大嘞，安尼啊，都爱去占人啊！哦，所以啊，迄个时阵叫做进化噶，人噶人咧斗，啊，人噶人咧斗的时阵哦，都足凄惨啦！因为啊，拢会死人，拢一定会死人，那战争一定会死人嘛！哇、哦！哎，武器愈来愈精密啊！哇、哦！愈台愈死人愈多，死人愈多吼，咧考的人吼愈多啊！尤其是啊，做妈妈啊，哦，做老母的啊，哎呦，阮囝死啊，去战死啊，哦，还是阮翁去战死啊，这是真悲惨的代志嘛！哦，哎，因为你无啥物规范呐，我若大意，我都甲你战啊，哦。你不然嘛袂使啊！我都袂甲伊战，都袂甲伊战啊！所以讲到处拢战争啊，啊，所以真乱。所以吼、哦，迄个时阵吼、哦，这个因伫欧洲有一个真有地位的一个国家吼、哦，一个国家伊是一个迄个邦国啦，一个邦合起来做一个国家，叫做希腊 Greece 吼、哦。啊，因这个民众哦，真爱思考物件，思考代志哦，所以有真济迄落是好著名迄落什么大哲学家咯，苏格拉底咯，吼、哦，柏拉图咯，啥拢是这个希腊因这个民族，因真够思考，因在咧想讲一个问题，就讲啊，直直战吼，啊无啥物讲特别有意义吼、哦，啊，但是哦，你若战啊，就爱死人。未安怎？咁无法多生有啥物物件来代替咧？哦，咁啊，人家大家来想想来讲，啊，无安尼，咱哦，大家都爱斗嘛，哦，特别是遐一个查甫人，哦，查甫人有迄个雄性荷尔蒙啊，迄就是爱斗啊，哦，啊，你要斗啊，啊，要满足你这个斗的这个欲望，哦，啊，未死人诶。有这个办法啦，无安尼啦，哦，咁啊，你可以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讲，哦，
所以将遐迄个伫战场咧用的遐部署，哦，拢总甲提来一个所在。啊，大家你派人来，我派人来，啊，大家伫迄个所在，大家来拼嘛，大家来拼嘛，赶快弄遐部署嘛，哦。但是哦，唯一无共款就是啊，未使拿武器啦。安尼，安尼你嘛是会分出赢输赢，但是哦，未死人啊，无拿武器啊。啊，什么步数呢？伫战场内底都一走了跳啦，这走未去的嘛。哦，啊，迄落迄落射箭啦，哦，射标枪啦，哦，啊，捡石头啊啦。哦，是啥等等，这些物件拢总甲集中来，啊，遐会伤到人的物件拢都甲取消掉。哦，啊，伫遐开始，因大家讲，哎、欸，试看卖下咧，哦，啊，就找着一个上神圣，伫希腊内底上神圣的一个因敬拜众神的一个所在，还叫做奥林匹亚。哦，伊是伫迄、那个伫迄个希腊诶南边。有一个所在叫做嘿奥林匹亚，因底下吼都在办比赛，啊办了时喏，哇足成功的啦！我大家拢不干安尼规身汗安尼迄落吼，啊嘛分输赢啥等等，但是哦无死人啦，未死人，嘿感觉我这未歹呢，这花絮。花絮，咱大家迄累积的迄个怨气啊，是讲迄个斗志啊，是啥吼？啊，伫迄个所在拢甲发挥，啊，未死人，哦，好，到尾因就决定讲，安尼好，安尼战争我那爱战啦，吼，卖讲当定定都在干那迄落战争爱战，但是吼，四年吼爱一摆迄落，即款的战争啦，即款的战争，哦。啊！伫伊迄是一年哦，规年通天哦，吼！啊，迄年吼，第四年吼，每第四年吼，拢袂使引起战争。啥物人来引起战争的时阵哦，遐众神都会来甲你处罚，所以大家拢乖乖啊！啊，这个代志吼，所以怎安尼？每四年就伫迄个奥林匹亚迄个所在，啊，那么拢办迄个宗教啊仪式啊。哦，办了才开始点圣会啊，哦，啊点圣啊就开始比赛，等等啊呢，迄种有，这是为政治啊个宗教啊，最后是运动嘛，哦，这种牵涉，这种有牵涉到的，啊什么，对哦，以这个四年办一遍，至少每四年有一年，大家都袂去听到遐做妈妈的人都爱来哭啦。哦，至少一年啦，哦，啊，从那安尼延续下来，拢总办300几届，吼、哦，拢总1200几年啦，哦、啊，这是这个呢，这就是即马现在现代奥林匹克吼，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身呐、啊，的前身呐、啊，所以哦。运动哦，这个活动，这个、人类的一个活动，迄历史是相当久的，3000多年呢，是3000多，得要4000年啊，哦，都已经存在啊，哦，啊，后来是罗马帝国兴起来，啊，怎要甲消灭这个希腊文化嘛，啊，所以就要求因讲袂使阁办这个比赛啊呢，啊，才用因罗马迄款的比赛，迄、啊那个罗马的比赛哦，灰晒晒啦，哦，灰晒晒哦。啊，迄冻无久啦，吼、哦，到尾就啊拢冒掉，拢迄落，因为迄拢爱杀人嘛，啊无人甲收，都迄场内底迄落人叫塞加死啊，还是讲塞啊，你叫人杀死啥呢？足残忍的，罗马较残忍，哎、欸，哈。我啊，各位，我迄真聪明，慢慢个演变啊吼。吼、哦，都迄个人较有迄、那个较有保障嘞吼，啊，加迄个手雷刀，都是斗牛嘛。吼、哦，迄斗牛都是嘛是按这个文化的开始。吼、哦，拢爱斗嘛，爱斗嘛。吼、哦，主要就是爱斗啦。
哦，啊，到尾四个拢是迄、那个，拢是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无绝大部分啊，拢是迄个牛啦，吓、啊，拢大部分拢是牛啦，哦，迄个牛，所以有一个笑话哦，唔来通讲啊，我讲一个人，啊，拢去西班牙，因为咧斗牛季节的时阵哦，我有一摆去啦，啊，都过期啊，所以看无着，啊，因咧。特别去啊，就是去附近的迄个斗牛场附近的迄个肉诶饭店去食饭。啊，伊拢爱食迄个牛的迄个睾丸呐，牛的睾丸哦。啊，伊就特别去，特别就是食牛的睾丸，啊，拢固定拢足大粒嘛，哦。啊，有一天一个去讲，哟，啊煞变细啊了啊安尼啦吼。因为今天是一只牛，什么牛啊？那吓死了！店主讲，今天死的不是牛啦，是迄个斗牛士。讲笑话，我大概较有精神呢。哦 ，OK， 我们回到那个这个主题哈。啊了吼，刚怎停个？停千多年，千多年了，是喏，咧澳洲的迄个时嘛是各地的战争啦，各哇几十个弄咧侵占啊，咧并吞呐、啊、吼，所以伊咧有就伊咧一寡迄落贵族吼，伊就讲啊无咱过来恢复迄个古早古希腊的迄个奥林匹克好无？所以因大家吼就来联合起来好啊迄个即法国的迄个。迄个刚才学是迄个伯爵啊，是啥吼？男爵，我不啥会记，迄叫做古伯丁啊，咱好名叫做古伯丁哦 ，Cooper Time 哦啊，伊出来领导，出来伫1896年，佫第一次伫希腊诶，即个奥林匹亚即个所在，佫办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吼、哦。够开始，安尼啊，这接着属于现代奥林匹克，吼、哦，又恢复了啊，这种结果拢是甲这个战争有关的，战争有关的，啊是袂啊吼，袂啊国家有，嘛是为着战争，才有迄、那个建立迄个万国公法嘛，吼、哦，万国公法，万国公法，Law of Nations， 吼、哦，万国公还是日本人家好，啊嘛是有条战争啊，只是讲是战争啊，啊你无规范嘛，无规范嘛，哦，所以伫1830年的大迄个时代吼、哦，有一个迄、那个一个律师，美国一个真有名的学者，迄、那个法律的学者啊，伊是律师，伊写一本书，伊讲迄、那个。那个国际法初步了，哦，国际法初步，啊，结果引起世界各国个大家讲，哦，这个就是国际法的那个权威，大家主动去遵守，大家主动去遵守。连清国个讲，哇、哦，遐强的国家，大家拢在遵守，嘿，安尼咱。袂使去予排挤掉，咱嘛爱来去遵守啊！啊，所以去就请人去翻译嘛，请人去翻译。啊，过无偌久，过几个月啊了吼，明治天皇嘛讲，这爱来研究，这都爱来研究。吼、哦，咱是一流的国家，要做一流的国家，你一定要懂国际化。啊，唔只得讲请人来翻译。啊！了，翻译成册了哦，一个个好一个名叫做《万国公法》（Law of Nations）。啊，无英国是个 The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哈、哦，就迄个国际法初步啊演变成《万国公法》啊，咱怎啊拢一直用这个《万国公法》这个名称嘛？啊！伊最主要目的就是啥？属于阻止战争，看会较少无嘛？吼、哦！英国就是讲，我若甲你占领，我就甲你并吞。所以一寡野心家吼，
伊就凊彩，我看到迄地也袂歹哦，哦，遐查囡仔拢真水，好，我来个讲，哦，啊，你个要去遐讲，啊，就要讲，啊，就变你爷，所以哦，到处拢在战争啦，到处拢在战争，所以叫有这个民国公法出来，伊即马就讲，讲咩啊，无涉主权的专利，这是民国公法内底上重要的迄个精神的法条嘛，哦。占领无色主权的转移，啊，迄目的就是讲要好一寡无必要的战争哦，都卖发生啊！因为迄个你个拍，你个拍，拍拍，迄地嘛不是你的啊！啊，我何必落去拍？对，即会当足，会当减少，所以拢赶快拢是为着要防止还是减少这个战争。伫体育运动界来的都是用奥林匹克。所以讲，体育运动是这个是政治与运动是两回事，分开的，这个都是骗人的。因为呢，因为这个流氓政府吼，这个流氓政府伊足惊人讲，那我要夹，我出国啊，要夹国旗，讲袂使啦。啊，无你讲讲一个解说，伊唔知变哪解说啊，讲出来就很闹鬼啊，伊就完蛋了嘛。哦，啊，所以拢用迄个，给你磨啊，给你煮巴虾，啊，我都去煮啊，啊，我煮少年，我嘛是拢用着Chinese Taipei，哇，供应啊变下个，哦，啊，到尾才知讲，我就迄个 Chinese Taipei 是什么东西呀、啊？哦，了我怎哦，我规迄个厝弄哦。哎，弄运动啥弄中 Chinese Taipei 啊 ，Chinese Taipei， 拢中点点咩个？哦，还冇西装啦吼，西装我都唔敢点咩个，我得一个贴嘅，吼、哦，有当时啊，几件会用到啦吼，因为我咧参加亚运哦，我参加三届啊，至少有三输嘅西装啊，我咧有大礼服嘛，哦，啊大礼服啊，迄、那个运动礼服啊，啊运动训练服啊，啊比赛服啊。哦，所以我呢，我的卡棒呢，要出国，我要去卡棒拢做大卡，哦啊，啊伊就是不爱和人去讨论这个国籍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所以伊就是讲啊，要分开来，政治是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其实体育运动就是政治的，从他的一个开始开起源。就是了，哦，分袂开，哦，即马过来就是讲哦，这就是迄、那个啊，这个国际上的这个体育运动的迄个来源吼，诶、哦，过去安尼，啊，到即马来都已经二十几届，我袂记得啊，都拢无咧，因为阮漳州都无，啊，佫无进入奥林匹克啊，所以奥林匹克台球我较无啥了解，啊，即马都咱。台湾的迄个体育运动界回顾，啊，咧回顾的时候，我就要提出两个人哦，来做一个代表，哦，哇，啊，一个人是名叫做杨创广，哦，啊，内底唔知有人无，唔知影啥人号做杨创广，有没有人没有听过？他少年的拢唔啊都唔知影啦吼。有正规证哦，有人牙签，我唔知什么都不知道，哦，啊，另外一个是查某啦，啊那哈，接着，因为也个话题嘞吼，吼，伊减我两回啦，哎，减我几回，减我几回，伊是外同学妹啦，伊外学妹减我几回，啊，啊是大家拢知啊，所以一个查某就要按公平嘛，哦。呵呵我咧讲杨创广哦，杨创广是我的偶像啦，吼、哦，是我的偶像啊，我嘛是甲讲，直接甲讲，哦，一开始我都1982年了，顺道拢伫甲做伙，拢啊来来去去，有当时啊底下住了住一年外，买啊这拢是住一年外，啊，剩咧那里迄落单行的比赛吼、哦，是计是一个月安尼，去一个月啊就走安尼。啊！拢刚看到一个好、哦、高强大汉安尼哦，啊足威严的吼，伫迄跳场都在咧指挥吼，啊，即款有名的选手
大家拢吼，你甲伊讲话拢啊，徛个地点，像吴阿明啊，哦，迄嘛是真有名运动啊，甲杨宗纬比起来差侪咯，哦，啊，包括我嘛唔敢去甲 say hello， 我唔敢，我看到伊枪遐大枪哦，哦，啊，伊一米八十四吧，啊，啊，食饭的时阵。迄餐厅吼，会当得500万啦，500人啦，吼、哦，啊，这第一排正中吼，都是一人坐，啊，无人敢介坐，后壁过两三排嘛，无人敢介坐，吼、哦，啊，就啊，我都，我是定定看的，啊，但是知影讲伊是啥物人啊，啊，但是我唔敢去搞，唔敢你家己去搞，哇，安尼啦，啊，了都2001年的时候，伊算是怎样？要参加2002年的迄个亚运吼，迄、那个釜山韩国的釜山亚运，哎孙哦，啊，迄个柔道教练哦，哦，伊嘛是老教练呐，伊讲哎，安教练，咱来去甲迄个杨宗纬食饭好无？我看遐可怜呐、啊，嗯，家己在这些老岁啊，那是咧孤单老人，哇，惊，哇，那菜都胖咧啊，都去甲遐，包括总监。啊，陪你吃饭好不好？哇，好，坐。哦，那个坐了都该吃饭，而且坐了了，我就开始就该拍马屁呀。哦，拍马屁，你是我偶像嘛？我拍马屁有什么不可以啊？对吧？我包括总监，你是我的偶像。一个真的吗？大家都这样讲啊。大家都这样讲，好像讲我咧讲伊偶像即句是安尼凊彩讲讲咧安尼咧。我讲，1960年的时候，我袂记，你在台大运动场在那边练习跳高，对不对？护滚式啊，那个时候诶护滚式种我是已经上先进了，基本是背滚哈。啊，伊个护滚哦是迄个时阵。弄迄念体育课，体育迄阵还无体育课啦，迄个师范的遐体育课，伊嘛唔捌看的呢。啊，我就对啊，空，哇，一两度空中安尼咧飞啊，吼，我是足新鲜的。啊，了我咪等于迄个北体吼，迄个北师吼，啊，我嘛咧跳护滚式，啊，伊遐体育课，大家，哇，小哥你跳这是啥？这是护滚哦，吼，是啊，啊你哪会晓跳？我杨宗纬嘎嘎。哦，啊，实在我唔捌你啦，啊，拢有一大堆人，啊，有一个美国国务院派来的红人印第安人的教练，叫做 Mr. 米勒，哦，你给你教，对吧？啊，关松松拢徛伫边啊，足一礼拜，对吧？一听来讲，哎、欸，哦，这人地事物拢正确嘞。所以知影讲，我唔是咧打哈哈，你咧个哈啦咧，尽在公共咧，我真正把他当作是我的偶像啦，吼、哦！啊，开始伊就跟我开讲，伊就怎将伊迄个伊个咩，去美国训练的遐一寡代志吼，你甲我讲，啊，我们家会知呀，哦，啊，以后我就怎啊，那食饭伊老爹时，我就拢甲伊做一家咧啦，吼！我跟他的关系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就是这样而已。哦，安尼我就做蛮久呀，做蛮久啊。啊，伊哩孙哦，伊都啊，什么去台东咧做当机咯，啥安尼哦，我是真哩咯。但是哦，迄对我拢无重要，伊是我的偶像，就是偶像。哦，了，啊，伊甲讲哦，讲伊伫迄个伫美去美国了哦。伫读迄个南加州大学诶，迄个分部啦，哦，叫做 UCLA 啦 ，UCLA 吼、哦，伫世界迄个电竞界哦，哇、哦，还是足出名啦，为遐出来有名诶头诶个电竞诶好选手哦，拢伫奥林匹克拢咧摕前三名诶啦，哦，啊，伊个同伴哦，叫做Johnson 哈、哦、，Johnson 是欧人哦，伊是顶一届奥林匹克是诶摕金牌啦，哦。啊！因两个怎啊？同一个教练怎啊来训练？本来是
杨宗广是伫伊阿后边，伫江省阿后边分数啦，分数。个尾诶，杨宗广都滴滴起来，滴滴起来，滴开滴开，哇，煞超过迄个江省啦。因为啊，迄这个人敢若缺席了，迄是啥物啊呢？迄就哦，好的训练，拢马上就滴滴起来，滴滴冲起来啊！啊，十项内底吼，有七项赢的江省啦，七项。哦，啊，剩三项哦，就是三体啦。哦 ，N 九 T 变标枪嘛，啊、哦，因为咱亚洲人迄个骨架吼，敢那较无遐大吼，较食亏，这三 T 就较食亏安尼啦。但是伊样七项啊，伊样七项，所以分数拢会超过伊啊，超过伊啊，哇，安尼来吼、哦，对这因这白人来讲的时吼，感觉足无民主的。电竞这个运动吼、哦，唔是你，因上面讲哦。不是恁亚洲人咧算的啦，是啊，拢是因家西方的家迄落大侠的大家咧算的，尤其是十项，迄是因的进乱呐，根本都咧亚洲看哩无啊，讲你亚洲来看无，结果想无到伊想看无的时阵，即马已经超过因的想战的，迄个央视你个超过伊啊啦，哦，滴滴八滴八，有只六千、七千、八千、九千。到高清的时候，哇，因惊到啊！世界田总惊到，哦，田径总会嘛，世界田总总会惊到，哇！啊，这计算分数哦，哎，啊，连伊都要叫这五千人，这哦，世界甲破去啊嘞！啊，到时你那开天窗算是别安怎？所以较紧的怎啊改变？计算分数的方式，哦，啊，因嘛利用这个机会哦，怎啊去救这个强森呐？安怎来着？伊咧这个计分的方式哦，伊怎啊将迄个三 T 迄个三 T 的项目哦，诶，迄个比重啦吼，比重啊加重，安尼落去时喏，升分数呐，升落去时喏。杨宗纬都甲这个江省都有边啊啦，变成有边，本来是赢伊呢，本来是赢伊呢，啊，强强就要破一万啊，啊，伊迄个上限就是一万分嘛，过去就无米啊，当算啊嘛，哦，啊，所以杨宗纬为了杨宗纬改变迄个计算分数嘞，所以讲杨宗纬是何等人物啊！嘿，那伫欧美吼，伫欧洲伫外讲哦，你那讲话四 K 样哦，四 K 样，哦，大家嘛乌鲁噶呢，啊，蒋介石个，无人办啦，还是咱家咧咧讲，哇，蒋介石哇，哦，蒋总统，只是干嘛落去囡仔咧写作文讲，我将来长大要当蒋总统，哦。哎，嘿，有名吼，但是你若离开台湾这块土地吼，马上啊无人办啦，这样我都说蒋介石个，吼，死乞样，吼，那样不管老人囡仔啥，大家都学了，大家都知影讲死乞样是啥，吼，第个尾吼，就是因为这个计算分析或者方式吼改变啊，影响到这个杨宗纬的成绩。所以伫罗马奥运的时阵吼，煞输这个迄个江省输七十几分嘛，输七十几分啦，发誓是有够玩弄啊，但有够玩弄。但是对我来讲哦，无影响到我心目中的英雄啦，确实是英雄。哦，啊，然后又搁甲讲啊，我撑杆跳高哦，是人类第一个跳过五公尺的。正式比赛跳过五公尺的是伊第一个呢，你一个亚洲人，遐强，哦，真正是安尼。因为我这个新闻我虽然有看到，但是可惜啊，你都要变成世界纪录吼，你都爱经过一个程序，要一个时间，安尼啊，伊过无几点钟，我都跳的。刚才在南美有一个，搁一个什么运动会吼，啊，甲破过，
过个破去啊，所以没有正式列入那个世界纪录，我先理解哈啊。但是第一个跳过五公尺，那个五公尺零二都是杨传广，杨传广，好厉害啊，我厉害啊啊！一个阿公一个告诉我，一共。啊！记者都跑来问我啊，说：“哎、欸，是谁教你的？因为现在摩大嘎吼，哎，撑杆跳吼，撑杆跳吼是所有的田径内底吼，迄、那个技巧想健身呢，啊，不然哦，田径哦，无啥物技巧啦，无讲我是无技巧拢真粗啦，但是撑杆跳真悬吼，啊，伊讲。”啊！人记者都来问我：“杨长官，你怎么能够跳过五公尺啊？就是你的教练是谁啊？”呢，阿姨都顺势讲：“啊，都我的教练都去了啊，都安怎安怎安怎。”哇！哎，记者都走去找遐教练啊！哦，我都给盯出来的。啊，就全美国哦，哎，各大学还是迄个高中哦，哦，大家烧钱要来邀请这个教练哦，去演讲啦，去因校演讲啊，教因的囡仔呢。哇，夭壽啊！这个教练根本都袂晓撑杆跳啊，伊都唔是伊教的嘛。杨宗广是伊家己学的。我问讲啊，谁教你呢？我自己啊。哦，很厉害哦。伊讲当时是伊有一个 roommate 吼、哦，是我那台湾去留学的，爱读迄个物理学啦。啊，伊就按照迄个流体物理学、迄、那个力学诶，根据吼，来个维度，我看你咧擦杆吼，啊，擦落，啊，迄个角度上，爱偌济，安尼产生迄个反作用力啊，啥，伊甲杨总讲讨论过，啊，总讲哦，全咱因拢两个做位去练习啦吼，啊，杨总讲，我是爱伊吼，帮我放那个杆子啦。撑杆跳，迄、那个杆子足歹，从个一个人无阿多呢，迄都爱两个人诶，一个杆子安尼提咧，安尼突安尼突起咧呢，吼、哦，啊了叫啊两个人安尼连啊，人类第一个150公尺诶，看迄路，我杨总讲我的智商是180，惊死人呢，但是我相信呢，哦，可能是160啦，伊我加20咧啊，哦。哎，嘿，都不得了哎！你怕120就是开始是天才啦，哦，进入天才的境界，一共180，我是加减20嘛，那160哦，不得了嘞，大脑是有够好呀！啊，了吼啊，干嘛迄个教练哦，吹啦，讲你无代无志，甲讲外面，啊，还种叫大家学校拢要来邀请我去演讲，啊，我也未晓啊，要安怎？安尼啦，杨总讲，我若要去演讲，你拢爱跟我去。哦，杨总讲，好啊，哇，啊，这大交通啊，你拢爱要爱甲出咯。哦，啊，就去美国各地去演讲，去学校去演讲。啊，什么演讲哦？啊，迄个教练就深刻的起鼓来讲啊，我多谢恁的迄个邀请。啊，有关这个撑杆跳。哇！我想吼，好一个实在做的人吼，伊个较知影，啊，请伊来讲，我赶紧嘞，卖古好伊，就赶紧算了啦，安尼啦，啊，杨总管家演讲安尼，安尼哩去了，而且这不过杨总管家讲，我哪知影？这报纸唔知影，就讲浪费代志，啊，无人会敢讲啊，啊是杨总管家讲啊。哦，啊，我迄个是伫做呀，建立的一个迄落，真可惜的，2007年都然后贵姓去吼，伫美国，啊，伫台北有办一个迄个追思会啦，啊，有邀请我去，我有接到邀请，啊，有去，哦，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人物，非常伟大，哦，迄唔是讲小夸安尼尔，迄是世界的 top， 世界的 top。啊，这杨总讲，我就讲个假，其实还够有啦，还够有啦。但是哦，时间的关系，还够一个小假还未讲嘞哈。哦，男女要平等啊。哦，啊，这个季正哦，季正是跟我有一点么关系，是学妹啦。哦，啊，因为啊，伊本来是新德起路哈，初中啦哈，
伊去参加中山联运啊，哦，啊伊摕两块金牌，啊我摕七块金牌，哦，啊但是全台湾拢干来咧注意伊尔啦，哦，因为啊伊的成绩，伊初中的查某囡仔的成绩哦，甲新闻的迄个查某的成绩哦，较好，惊死人啦！初中的囡仔比社会的迄个更加好，所以用全大家拢真注目讲啊，这个将来的奇葩啦。这个将来就是会当代替杨宗广啊，果然，哦，伊哩搞本事确实是安尼。阿姨啊，问下吼，怎啊用迄个真好的迄个条件吼，甲聘请，伊要升高中嘛，啊，你免考虑来问下好了。你看咯，学费啥拢无啦，家大啥，你个安家费，因为其实因妈妈，伊是养母啊，伊养母啦，养你啊。哦，迄、那个养母是拢在共洗衫，所以生活一定真艰苦嘛。因为要想顶爱嘛安尼病啊病啊，要我都病。啊，做那拢，大项条件足好，就请你来阮校啦。啊，阮校咯是迄、那个其实啊叫立行中学啦，伫台北哦新北市永和遐啦。哎呀哦，运动上高，啊个做罗马上高，哦罗马一大堆，就我迄落中国歌，迄落外省歌，遐学多，拢是块，唔是同学，就是学弟学长，吼、哦，啊运动足强诶，吼、哦，运动足强，啊技正甲请来，啊但是伊读一年了就上美国。我印象上深的是讲，伊比我较老啊，我170，伊172啊，哦，查某比我较老，哦，迄个我是队长啊，哦，伊个我高三嘛，啊伊高一啦，差两年，忘记了，啊拢好队啊，啊做一练习啥呢？啊，但我们是看好他啦。但是他有一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啊，伊的功课足好诶，伊的功课非常好，是全校第一名啊，分数最高的。嘿，我那好哦，还佫有一个好处就是啊，功课好的人足好诶，迄种建中来，建中啦、附中诶，哦，成功诶，啊，考不掉建中遐吼，啊都拢找来阮校，因为阮校校长到校工哦，拢是建中退出来，大家掏钱啊，专去买的土地啊，所以应该在一寡迄落好的学校，拢管理就好，真好。啊，专拢去啊，功课真好哦，甲智正比哦，输诶，迄运动员哦，迄伊都爱练啊，那忝啊，那啊上课啊，等于做迄落功课啥，但是。就是第一名，这是我想最大的印象哈、哦。所以讲一流的运动员，就是爱一流的头脑啦。所以人讲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狗屁，那根本就迄种无法度啦。一定爱头脑足好，你才有法度出人头地。好、哦、啊，阿廖是十几年了，我说喏，哦，才知影讲杨诶，纪政伫澳洲哦。哇，是足出名！伊拢总吼，伊拍迄算是八十 D 栏啦，即嘛是一百 D 栏，80 D 栏吼，打破世界纪录九摆啦！一个人呐，会当一摆打破世界纪录吼，迄都已经足了不起个啦！啊，伊会当打破九摆，安那破？我即嘛从明仔载佫甲破，啊，即嘛去互别人甲破去，伊即嘛就佫甲破倒转来。安来来去去拢种搞变，啊世界人无人对伊会着，所以哦，伊有四遍哦，是伫迄、那个法兰克福，法兰克福也破，所以哦，迄、那个德国人哦，对伊也是崇拜的，甲做歌啦，啊做歌叫做东方辉耀羚羊，哇，迄段歌就是纪政，纪念纪政，迄个3000年前哦，去摕着桂冠的吼、哦，迄比赛摕赢冠军迄个吼，啊，都用敢那用一个过
桂桂树压落来迄个枝吼，啊个种一个无啊那个地的个桂冠嘛，吼、哦、桂冠嘛，长龙啊哈，啊啊伊那因那邓仪吼，因那邓仪哦，哇，大家都赢钱哦，啊啊是好面钱拢好伊安尼吼，啊诗人都写诗个纪念，啊雕刻家吼都个雕刻伊个迄个朱砂啥呢？哦、所以咱伫澳洲迄个博物馆内底看到足济迄落安尼，运动员咧咧铿标枪啦啥，迄都是弄迄个时阵刻落来呢。迄拢是咧咧迄个咧赞颂吼，咧咧迄个赞扬即个运动员。啊，至少三千年后，至少嘛是人嘛是做官咧个敬咧个迄落啊。所以伊吼伊即个成功吼，唔是。凊彩来啦！哦，我看伫世界的电竞界内底吼，伊看可能是头一个嘛，哦，可能是头一个啦，哦，啊，我即嘛是讲，摕这两个人吼、哦，来做一个代表，吼、哦，来做咱台湾的回顾，因为咱台湾哦，吼、哦、是体育界是世界有名的，哦。啊，特别就是讲，因为因两个人从事的运动就是田径哦，啊，这田径哦，甲一般其他的运动，乒乓球啦、卡球啦啥，哦，无啥共款。因为田径伊要追求的是啥？人类生理的极限，生理的极限，迄就是牵涉到 DNA， 你的遗传基因嘛，哦。啊，其他的运动吼、哦，其他的运动拢是表现人类最高技术啦，唔是跟 DNA 关系就没有那么深啦。哦，当然你乒乓拍了好，摕世界金牌，伊头脑嘛是足好呀，因为是足敏捷，怎么讲？但是伊都是唔是迄个 DNA 吼、哦，免讲都爱伫 top 部，跑托布卡一卡嘛是会使啊，好、哦、啊！我提安尼出来就是讲哦，要表示讲咱台湾人的 DNA 足赞的，足赞的，因为因两个拢是100%的台湾人啊，100%的台湾人哦，所以讲哦，咱台湾人的 DNA 是足好，对，即你看咱即马为着1994年以后吼、哦。培养出来遐只囡仔哦，像讲迄曾雅妮啊，迄阵我1994年伫迄个时阵是北训啦，迄、那个左阳迄是南训，啊北训是伫迄、那个是通运动场，哦啊，到尾撤销啦，哦，到尾撤销。迄个时阵哦，我嘛是拢看迄曾雅妮，迄阵遐个囡仔，迄个初中的一年啊，啥哇足古锥的，大家迄囡仔拢初中的啦，初中的迄囡仔哦。哎、啊，家庭拢真好啊，哎，拢穿真好啊，哇，哎，囡仔拢真古锥啊，啊，哎，啊，这起码都是迄曾雅妮嘛，哦，啊，伊东西培养出来的一个迄、那个哎运动员啊，拢起码拢伫世界，你无看迄个王建民哦，陈英伟哦，哦，这拢世界级别啊，这拢世界级别，所以咱台湾人哦是。是这个 DNA 吼、哦，这个遗传基因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啊，我要讲安尼以外，我要讲迄个啥马改病医迄个林玛丽医师吧，伊是血液专家嘛，伊世界的权威呢，血液的权威呢，哦 ，top 的，伊研究咱台湾人的迄个血液啊，伊讲台湾人有啥物迄个。哎呀，拢嘛是85%，拢嘛是病包作的，血液内底迄个遗传基因呐、啊，拢是85%，拢是病包作的呀、啊。啊，汉人的基因哦，一趴尔。啊，咱家己无要承认迄个85%呢，啊，干那要承认迄个1%呢？嘿，汉人来台湾哦，吼、哦。啊、对不起，我那个，请问一下，我上课到几点？40分是吧 ？OK， 阿古早问哦，哦，哎、欸，
一来吼、哦，啊，日本人到尾有甲做一个迄、那个、迄、那个生命迄、那个、迄、那个平均率吼、哦，因咧汉人吼、哦、是27岁啊，嗯，27岁，迄、那个咱即嘛是要70几啊嘛吼，因咧只只20几尔咧，27岁呢，所以伊那个大脑无死啊。拢饿死啊，病死啊！因为台湾迄个时阵哦，还阁真迄个真古老诶，迄个吼，迄个张力之气安尼哦，来拢冻袂掉，拢水死啊！啊，那顺便变成迄个台湾人就是汉人，我都看无，到尾是有查了，就是讲，因为迄阵啊，就是迄个施琅哇，施琅伫咧要求讲哇，要拍台湾啊！啊，武啊，无啊多，然后来拍台湾。啊，拍台湾了后是喏，啊，都伊是为着为家己为家己的土地，滚来增加伊的土地啊，你要拍台湾尔啦。哦，啊，其实喏，遐人来吼，因甲袂怎啊讲要汉化，因为只干拢咧反抗，拢咧反叛嘛。3年一小乱，5年一大乱，所以因大家拢想讲。啊，这不爱好迄个因咧清国的人来台湾，啊，到尾才有开放，啊，开放是到尾用啥呢？伊就是用迄个汉化，用汉化，啊，这个曾啊，就叫这个老师来，哦，伊是广东人，哦，来，这拢你的，哦，啊，伊就四姓，啊，四祖先的迄、那个牌啊，哦，啊，好哩，啊。因为你那是汉化的人吼，税金交较少，税金交少，所以大家拢怎啊安尼去汉化？啊，一个古来说，袂记得讲你本人是啥物人，哦，以为拢是汉人，其实学艺这个物件，伊袂骗人啊，因为但85%是那平埔族啊，哦，还是迄个高沙族嘛，是这样啊。啊！我提真，因两个人来代表，就是讲，咱的 DNA 绝对是比因中国更加好。哦，中国虽然奥林匹克运动吼、哦，运动真好吼、哦，但是那伫电竞吼，跟咱洋装广告之争来比的时阵哦，差侪嘞。啊，我相信哦，因的运动哦，会愈来愈没落，尤其是电竞诶，因为啊，因就话大家咧向前看啊。向前看，啊！大家拢要去赚钱啊，无人要运动啊。咱台湾吼都是安尼，迄东西哦，经济奇迹嘛，大家拢拼命去赚钱嘛，好人才拢算啦，都没落去安尼啦。哦，啊，你电竞是代表 DNA， 咱的水准哦，比人较强，比人较好。哦，用过去的历史来看，看这个代志，啊、哦，这就是我提因两个人来做咱的回顾，一个目的啦。我心肝底藏的迄个目的就是啥？哦，啊，后来起码我起码就赶紧来讲这个展望吼、哦，展望哦，这开好紧啦吼，因为咱将来那是台湾民政府接的时阵哦，啊，体育你是要安怎发展？哦，我第哦，我第就是安样来呀。第就是讲，这个观念爱加改变，第嘞，迄、那个提升教练的诶，迄个地位，教练地位，因为是拢是附在迄个选手摕着奖牌的选手诶边啊，好像无重要，起码要个提升哦，甚至于要高于这个选手摕金牌的选手，因为啦。金牌的设计者是啥啦？是教练呢，不是迄个选手的。选手意思啊，他生出来就是要拿金牌的吗？绝对不是，他只是一张白纸而已。哦啊，那个教练呢，就是第一张白纸来的，都啊那个画那个撇的。啊哎，你拄着什么教练，你就是搞不着什么成绩啊。这就是，所以迄个金牌会摕到，绝对是迄个教练是。较好的教练呐、啊，哦，啊，我这算都不得不都爱夸奖我自己哈、哦，我就是好教练呐、啊，
啊，我为细汉人抓起来，迄囡仔吼，迄唔是我伫做呀，讲宗教人呐，全台湾所有好酒拢爱送来我遐，唔是也是我为细汉呢，我家己有两个道场嘛，甲抓起来，迄摕东亚运两块金牌，亚运一块金牌，世运一块金牌，这从来。台湾的四十，才特别五十年的迄个抗战队历史来滴，从来没有过的，吼、哦！啊，我想哪会当安尼？我设计，我设计，我哦设想办法，想啊无办法哦，用骗的嘛，别甲骗。因为啊，我无选手，无学生，我要安怎训练，对不？我都爱去爱训练。哎，迄个妈妈吼，囡仔呐，读升起国中的时阵哦，哎呦，教练啊，阮囝要去补习啦，啊，怎啊袂当来练啊？变啊，我大家拢安尼去补习咧，啊，我感觉我家己一个都安尼差，我的无兵都无效嘛，所以吼，我都想啊无办法，我来甲讲，跟骗，跟讲讲，哎，那对我吼，对我，你哦，擦功力牌啊，绝对有你擦功力牌啊。我去补习，我要死，主要目的是要考高中，看啊考公立的无，对吧？吼，学费嘛较济，较省嘛，吼。啊，我就甲骗，我啥？我无安尼做袂使啊。啊，安尼敢有道德？对，大家先来评估嘛。哦，我唔啥讲，我是你甲骗，因为我唔是校长啊，我唔是校长啊。啊好，校长嘛讲，你叫有迄落讲好啊，无紧，可以去吧。啊，我是凭什么叫好？你就去凭啥物讲？你绝对给你保证了，你这边读公立学校，但是我无安尼讲袂使啊！啊，明明这就是你骗人啊！但是我心肝底有一点迄落拼拼拼，有法度哦。啊，各位真正有影要升高中的时候去用拍倒落来呢？我家囡仔哦，有四五个啊，要直升哦。我因为迄个学校是迄个完全中学嘛吼，有初中有高中啊，要直升啊。人诶吼，要遐个入去遐拢是考试入去啊。啊，你这要入去要直升哦，有人会抗议啦。啊，尾后我就去甲校长甲伊画白拉筋啦。当时你要成立这校队诶时阵哦，我是讲成绩。这个伊个运动成绩是我来负责，啊，伊个功课成绩哦是你学校爱负责，啊，伊个功课若无好的时阵，迄是你个代志啊。我个成绩是遮提出来看一看，哦，要求拢总金牌啦，哈，拢总金牌，迄有真济通讲嘞，无时间啦，无爱讲啊，吼，迄到尾怎真正互因去直升呢？啊，我甲因爸母是讲吼，爱读个大学哦，保证你读个大学，啊，佮读公立呗。对吧？还一项，你知影？大学袂安怎？我同款啊。结果我在训练耍的时阵哦，我的学生呐毕业，去个申请迄个跳迄个台北跳学院啦吼，去几个吼、哦，四个拢升去。伊迄个全台湾的迄个直升的名额才五个尔呢。啊，我一个迄个教练呢。诶，学生四个，伊怎啊，规个拢收去啊！全台湾就敢那剩一个，啊，大概来钱。诶、欸，你若无讲水准足悬的时阵吼，家长会告呢，会去教育部告呢，告迄个校讲啊，这无公平啥呢，对吧？所以讲哦，教练，我都是用安尼，还去读教练。啊，因起码拢哦，硕士，拢提硕士，你社会比我搁较悬，吼，诶。迄拢其实我一开始实在是心虚，你共骗啊！所以我这教练的地位，我要个提升一点。安尼来吼，大家就教练才会用伊个头脑，用伊个地位，累积设计一挂选手出来，再提金牌。这教练，第二就是安那，我认为讲吼，这咱的这资源吼，咱的资源无好好运用，因为咱即马有三个迄个体育大学。啊，各校嘛有迄个体育系啊，足济迄个人才，迄个教授啥哦，因个知识是拢去外国去读硕士、博士得来的呢，迄拢是一流的迄个地位，拢无用伫即个社会体育。
真少，真少有啦。除了爱你主动去找因，我像我咧做总教练，我就是拢直接去大学来去找因。我爱这款人，爱这款人，吼、哦。但是大部分的教练真侪拢是安那自，拢家己有迄个保护主义。嗯，我上高的啊，那无法度，你那叫因来要创啥呢？我是讲，将来爱设一个法，就是讲，你要升教授，副教授要升教授，你都爱拿出你的过去，捌曾经对社会体育有贡献的，有升级的，无的你较慢的，能升能有升级的。安尼，迄、那个智慧吼，才会当充分个运用伫即个社会体育。安尼社会体育吼，一定升级，一定。放啊，足悬的，一定的，所以我真有把握，我非常的把握，哦，啊，这吼，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以后有机会，咱再过来讨论这个发展的迄落，啊，我今日讲到这为止，哦，多谢你，哎，各位好，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